很厉害的家具店，然后威廉已经跟他们配合过几场，他觉得他的价格算是 CP 值最高，不管是进口或是复刻的话，他的质感都很好。这边在信义安和附近，他的家具呢主要都是只对设计师，就是一般人是不太能进来的，所以如果你有想看他们家的家具的话呢，我们底下做一个表单，然后你可以填表单约时间，然后再帮你安排这里过来看。那我们就让威廉带我们去逛逛吧，走。那其实它这边是一个蛮特别，它是在一个 B1 的展场，然后它是从这边下来，所以大家如果从这边下来，不要觉得很奇怪。来进去看一下，我觉得它这里像个博物馆。Hello，Hello，Dora。对，这是我配合的搭配师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，就是他们现场展间有的东西。但其实这间很特别，就是它也是客制化家具，所以就算这边现场展间没有的，或者是你网络上你想看到，你有满意或喜欢，包括你想要买到原装的家具，其实这边都可以服务到。那我们先来看看它这边展间有的东西，走。像这个镜子啊，是用金属材去做的，这个也就是原装的。这个镜子的话算是比较一体成型的，那目前的话是意大利那边进口的。旁边有一个吊椅的方式的话，它是做一个马鞍皮的设计，比那个塑胶硬硬那种好做吗？对，它应该是软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马鞍皮革的。那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些原装的沙发，这张桌子超美。原装的，对，原装的。哦，那不要摸好了。底下这个茶几的部分，我们台湾现在是可以做复刻，可以刻字化。对对对。那像我们这个是属于布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布的话，这种原装的，我们现在胶漆大概会落在多久？因为其实原装我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胶漆很长。那变成有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工，我就要先订家具。胶漆我们通常会抓4到6个月，如果一开始挑选的话，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就是颜色或者是尺寸，然后给你们做参考。在意大利那边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采购，可以帮你们做询价。那原装的话，它的配件跟它的布抱枕啊，都是原装的。对，原装的也可以。那我如果说你要在我们台湾这边选布或者选特殊的材质，我们根据你的尺寸下去定制也都 OK。是。那像原装的话，大家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保养啊、保固的部分，我们通常要怎么跟他去做介绍？这部分都不用担心，因为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回来找我。通常清洁的部分，我们都会教你简单做清洁。这个展厅有多大？这个展厅总共有600平。哦，对，600平，这么大，看到什么都想买。对，像这椅子我也很想买。做船鞋灯，哎，这也是原装的哦。对，它也是原装。原装的铁件，我觉得就是做得很好。不管原装的铁件啊、五金啊，在细节方面，我觉得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好。进口的东西，皮革一定是最有名的嘛。对，有 JMT 的皮革下去做设计，这样子。JMT 的皮革其实它的等级已经非常的高了。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等级的家具布料或者是皮革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自己一定要来现场摸摸看，或者是做做看，因为使用者还是很主观的。其实这间家具它做的历史已经也蛮久了，它已经做超过20年以上了。那他们不管是海内外，他们都有分公司。那他们卖的家具，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椅子，还有桌子啊，很常见的东西以外，他们的床也是他们的强项。这个书柜的话，它也是原装进口，它主要是中间这整块都是整块的原木下去做，对，那旁边搭配一些铁件，然后让它整体看起来设计感比较前卫一点。是不是真的只有进口才可以把铁凹成这样？就是它的收边收尾，就是你摸起来就是会很舒服。这一款我们目前台湾已经有开发出可以做复刻，所以你们自己的复刻可以自己选木头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有自己的木头。对，可以选木头，木头的材质可以做挑选。对，这也是蛮支撑的。嗯，这比我家的好做。它连旁边这个灯都是吗？灯也是原装的，真的很好看哎。所以我们从刚刚那边走到这边，就已经快要1000万。应该有哦，来看一下这边，1000万，噔噔噔噔。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主题是带大家来逛千万家具，这个是我蛮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可以放在阳台，嗯，然后其实它也不怕水，我是比较喜欢在阳台弄弄花花草草啊。这个好可爱哦，看看。
会不会做牙坏掉？不会，它是玻璃纤维，它是玻璃纤维，它是玻璃做吗？对。哎，讲真的，这个还比刚刚那个编织的好做。是啊，认真。它就是一个屁股。这放在家里，我觉得蛮好。好，其实你们看到的所有东西，它都可以复刻。但是如果你们真的买客制化或复刻的一个家具的时候，你对它的要求不能拿完全100%的原装来去做比较，因为你的钱就不是100%的钱，你怎么可以拿100%的品质去做比较？我觉得这是大家要有的观念。这张超好看，沙发的话它是做一个牛皮跟一个布艺的混合设计，对，像它这边的话有做一个拉链的设计，对，它可以看一下，它可以翻两层的意思吗？对，它可以翻两层，所以100就可以买到两个。对，那你花100，台湾可以买到2座以上。这边的话就是有布艺的设计，那它原装的话就是可以这样做跳色，那我们也可以做复刻，对，我们复刻也可以做这样异材质的结合，这张很好看哎，很慵懒。你们复刻就是你说那个很高级的牛皮对吧？可以做很高级的牛皮，那也可以根据你的预算去选用比较适合你自己家里的牛皮。他们家最神奇的是你要用多少钱做他都可以做给你，而且后面有很多椅子哎。椅子的话我们是会比较建议说可以来现场试坐看看，对，因为有的人他喜欢高背，有的喜欢低背，有的有扶手需求，有的没有扶手需求。他这里真的是超级美，真的。那其实像我们一般如果你过来了，那他会给你很多的布料的色板还有皮革让你挑选，所以你也不要觉得会挑不到，因为颜色那么多你一定挑得到，只是可能不知道怎么挑，所以我都会蛮建议你带你的设计师过来，因为有设计师可以帮你解决很多美感上面的问题。沙发也很美，对，它是属于拉扣型的，它这个造型的话是比较古典的风格。它这个不错耶，因为它这边有做一个支撑，然后你的屁股是掉下去的。哎，它这原装也是触感很好耶，它脚特别，它底下的话是有很厉害石头，整个石头下去做雕刻。哦，雾面的卡拉拉耶，蛮好的。然后这边其实这些摆饰跟沙发他们就是全都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然后它都其实都不太一样。其实沙发正常我们尽量是找210到300之间都可以宽度，然后深度我也建议找深一点，那取决于你现场的空间，但其实真正的沙发都会超过90公分深度。哦，有羽绒就会蓬蓬的软 Q 很多。哎呀，这张很好做的，这张应该是这三张里面算最好做的，应该说比较符合我们台湾的满意度。对，沙发还有一个地方注意的就是有一些沙发它很矮，那很矮的话如果家里有很多年长的人可能会起不太来。原装的那个金属脚都可以做超细，就是他们在金属这一块真的非常厉害，重点是他们打磨的功力我觉得非常好，然后收尾跟细节啊就不会看到很多汗点啊。再来这边就是复刻了，清明的一区，这边会是90%消费的人会在这边。第一它复刻，所以它的造价就没有这么高。其实家具啊他们都有分，不管什么样的价格符合他的师傅，他们有 A 级师傅、B 级师傅跟 C 级师傅，这是真的。就是他如果可以把一个一样的东西，可能有人报40000，可能有人报20000，那你就要考虑师傅的等级不一样，用料不一样，那包含做工也不一样，所以其实直接反映到价格。所以其实家具跟装修也蛮像的，你不能用总价格去考量，有时候你要看食品的东西跟现场他给你的一个材料的等级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这张的特点是它是有一个异材质的结合，我们这边的话原装的话可能是用牛皮的材质，那我们复刻的话我们可以选用牛皮，或者是说根据预算来选用人造皮比较好做清洁。那底下的话是一个布艺的感觉，所以让它的支撑力是比较够的。那它这张的话它的脚座是有一点架高的设计，所以如果家里有一些扫地机器人要经过的话，其实这个是蛮好的选择。这个小凳子也好可爱哦。哦，这是台湾的，然后它是专门做动物啊，但其实因为它这也是手工品，所以造价也很低。房间如果你想要找陶板的餐桌，或者是你想要找实木的餐桌，其实他们都可以帮你处理。这个桌脚纹做这么顺，
是用机器下去做雕刻，那我们这边的话是做一个拼接、嗯、对，然后跟陶板做结合这样子。所以它这张就是既有原木的风格，然后又有陶板的材质、嗯、因为目前陶板的话其实还蛮多家庭会比较喜欢，因为它可以耐热耐刮、嗯、那碰到水也不用怕。如果我们在现场木作要去做弧形的抽屉啊，会费很多的工，但是定制家具他们在工厂做完全都有办法达到。你看它这样关起来有没有，就是它的收头收尾，我觉得是做的非常好的。这个是有可以前后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前后摇。哦，怎么觉得很舒服？哦，没有摇的比较舒服。是啊、哦。对，这样比较舒服。因为没有摇的，它这个深度比较深。茶几的部分也是啊，它要铁件搭玻璃的，还是要金属搭大理石也可以。好看耶。皮革搭石材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垫子另外买的。对，垫子额外的。好可爱。真的很可爱。定制家具它可以。符合我的需求，比方说我可能里面我要有绒布的底，然后这边要有皮革的把手，或者是要有玻璃的台面，这些都是定制家具可以做的，因为它可以做完电梯搬得上去就 OK。 衣柜的也是，衣柜他们在去做组装，他们可能就会有金属的把手、皮革的底。它是木工，但它是专门做木器这一块。那木工其实它比较取决于就是多样的一个材料去组合，可能会有皮板啊、合板啊、脚材啊。是木器，他们就是纯粹就是做木，那他们只有分贴不贴皮或者是实木。他们有自己的工厂。有自己的木器厂，对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挑板。也有自己的工厂。其实家具跟我们空间装修不一样，就是空间装修你带不走，嗯，家具你如果去下一个地方，你是可以把它带去使用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大概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需求，其实你们可以底下留言，我觉得拉拉都会好好的回复你。如果要看家具的话，就先预约，然后来找Dora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